左前右前45，左后，谁拍谁还不一定。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，谁拍谁还不一定。浪漫的气息，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，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。喜庆红，这个大老人家拖拉式的，像下面的12和200都要插。你不说枕头你插好吗？啊？为什么还没有插好？没整啊！我记得你刚刚说了一句，你说你，你能不能不开杠啊？你啊，你杠精啊你！哦，原来你说话无算数的是吧？把我踹你是不？我整。你别弄了，你别弄了。拿过来一个，拿过来一个。这手指都不行。这个人的手被门夹了，就连门都可以欺负他。拿那个，我拿了。你别拿了，拿了人家的速度还变慢了。我发现你这人吧，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你这人有点儿，这个颜色的座椅，我外面配一辆黑色的车，不会更好看。我觉得这颜色不好看。但是它配黑的，是不是颜色有点太深了？这是 M7 哈。这个板材的颜色，对，你看 M7 的是正常状态是这样的，其实看起来会有点黑，你看。就是隐私性会更好一些，就一个窗户，是吧？整成盒格凳，每个角度。我在想，在拍照片的，没有它那么高，没有它那么里面外面都要拍，是不是拍不好？这个活只有你能干，只有1.75米。好的，要的就是这个特效，没事。这个增加10%的那个流量。再磕一次又能吃个。什么那粪在你磕的时候？你别滑下去了。这个南方的小孩啊，来，欢迎来到房东孩子。这个周深啊，再来一个。你看谁拍谁都不知道。前面呢是一条河，这条河呀，现在哎呀，水都污染了。哎，老爷子扫雪，他扫到下面去有车来把他扫走吗？不扫了，不扫了。扫啊，那边扫过没？底下有下水道，你懂吗？他这上头老走人，我都对啊，他一化了，然后就。我关键是看对面是没有。他南方人，他不懂你们北方的事儿。这个人行道是喜庆啊！但是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有点深，所以我觉得有点。领导好，你好，领导好，照什么？为什么他喜欢朱亚东？就因为那个照片拍的好看。不、嗯，他的样子也很好看，而且特别是黑色的净水器的那块，我特别喜欢。看聊笑看广告。昨天我还跟。我觉得蛮大的，但是声音太大了，嗡嗡嗡的叫。穿着多舒服呀！那小车，我出去玩，带着孩子在。完了吗？北方的雪是如此的无聊。纳兰说的黑色图案诺在此。